断断续续，你直播，哎呀，跟我没关系哈。现在为什么没上班嘛？还没有那个，还没有开门，还没有开工，对对还对，没有开工。就把这些美女上，美女，那是过得更热一点。美女，是那把地上都有呢。啊，你要电脑车子收拾它。对。做我儿子，哀莫来合肥做我儿子媳妇，你儿子看不上我，你儿子应该介绍给那种就是跟他相匹配的那种，我不配。老板被陈经理气到了。怎么啦？我们都不知道。对呀，啊，怎么可能嘛？是不是？不可能的事儿。怀什么孕嘛？要说跟你你不要乱说话嘛，对不对？跟你们说，我们的话，如果还没有结婚的话，不能在一起的，知道？不能就是，不能那种，所以呢，不可能不怀孕能随随的。便便的，知道吗？对，我们不会很随便随的。便的话，我们就完蛋了。随便的话，我们就是变成不干净的女人了。对，家里面的人都不要你了，直接把你逐出家门。所以呢，怀孕这种事，如果我跟老板还没有结婚的话，你们就不用瞎说了啊！对，陈经理不干了，怎么可能？好好的，怎么可能会不干了嘛？哎呀，现在谁的事情都管不了，先管我们自己事情你就就是不干净，你干不干净，我自己心里面清楚，我明白啊，不需要人知道。真的不干了也跟我没关系啊，是他们之间的事情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可能他自己有自己的事情吧。应该没有不干的这个道理吧？好对好呀，的，怎么会不干呢？晚上好，阿仔们，晚上好。两个宝贝，晚上好。看烦了，不想看了。没事的啊，没事的。我们也没让你，我们也没求着你看，真的。你想看就看，不想看就不要看嘛，对不对？没办法的嘛，你想走的话，我们也无法挽留的嘛，是不是？真的说了不干是吧？不可能吧？那这样的话，不是岂不是对老板那个了呀？影响到老板了呀？对呀，啊，老婆对他还是那个啥的嘛，是吧？对呀，还是挺看好他的。对，老板很看好那个陈经理的，对。很相信那个陈经理的老板的。谢谢点赞，谢谢什谢么都跟谢。老板说，哦，他，对，什么都跟老，哦，不是老板，什么都跟他说，然后，好，就是，一开始他也是跟着老板的嘛，就那然后在后面自己把他分配到那边了，然后自己单干了，是不是？让他管理公司那些，谢谢送的啤酒，谢谢。老板也连麦了，他不干了，哎，你们这个子弟的，他说是这么个情况，怎么办？连个连麦的呢？对为什他，么不干呀？哎呀，不知道他自己有可能那个啥吧，家人们。谢谢送你的玫瑰花，谢谢。啊，咱问一下老板，我最近这几天我们两个都没看到老板，怎么安慰？隔着屏幕安慰也是那个啥的吗？对吧？都挺尴尬的，我感觉。都是你两个害人精！是的，刚才开播了，老板打电话都不接电话。已经打开播了，我们怎么没看到他开播啊？我也没看到。怎么会无缘无故的就不干了呢？对呀、啊，陈经理，陈经理是很好的一个人，老板也对他挺好的，他也对老板就是跟老板工作挺那个的。没有让老板失望，干嘛那些，怎么会不干了呢？我都有点不相信了，真的。老板也很看好他，他也就是很相信老板那种。别人走了都，我都不相信陈经理走了。我也是，怎么可能啊？不可能啊！哎，老板再劝劝不回来。都是黑粉乱说。
谢谢点赞，谢谢谢谢。陈经理说他有拿一只鱼，说不出来是吧？那他家里面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呀？他家里面会不会是出了什么事？你没有文化，迟早老板毁掉你，摔掉你，摔掉你，甩掉你。没事的，没事的，做。如果有一天老板甩掉我了，我也不生气，对不对？毕竟老板是老板嘛，我是我嘛，对不对？没事，我们要顺其自然，好吗？对，顺其自然，能走一步就走一步啊。上班不帮助下事，下事不讲办下事。对的，对的。对，家人是自愿的，对的，我们是自愿的啊，帅哥姐们。也没人我们逼着我们的啊。嗯。所以呢，我都说了，如果老板哪天不要我了，干嘛或者干嘛，我也就接受。没事，哪天老板不要你了，我罩着你。我也还是把老板当成我的好哥哥，因为毕竟怎么样，老板对我那么好，就是最困难的时候他帮我们度过了嘛。对。没事，老板要是抛弃你了，我罩着你，我们两个好好的，就是去努力。虽然说后面不可能遇到，就是老板这么好的人了，但而且有我家人们在，对不对？对，有这么多的叔叔阿姨支持我们两个，对吧？我们两个怕什么？阿川那么好，对的，阿川也是真的非常好。只是说娃娃亲这个东西吧，他就是没有感情嘛，对对对，就那样子而已，没有缘分，只能说没有缘分吧。有缘无分。就是我跟安川的话，就像亲兄妹一样那种，就是没有那种男女朋友那种感觉。就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嘛。嗯、对，青梅竹马那种嘛。然后什么都就是，哎呀，就是那种感觉，你们也懂的嘛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老婆不会不要你的，对的，我也觉得不会不要的。找二妹了，二妹是谁啊？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？对不对？嗯，没关系啊，咱不要提这些。找二妹了，我很开心啊，对不对？毕竟怎么样，我也希望啊，伟哥现在就是幸福快乐嘛，应该很多叔叔阿姨也开心吧，对不对？我们都希望我们越来越好，对不对？不管阿伟哥还是老板，不管是我，我也希望多，不管是阿川，都希望越来越好，知道吧？我们经历过一走靠不住，很多人都这样说，但是我相信老板。每个人都有，哎呀，就是那句话怎么说来着？什么各有所爱那个。都不敢见阿伟，我不是不见阿伟，而是我觉得我去见阿伟的话很尴尬，知道吗？很尴尬，知道吗？所以跟你们不懂我的内心的那种感觉，你们永远都不懂。我见了阿伟的话，伤害了他更深，知道吗？对呀、啊，就这样子的。你们永远都不知道我为阿伟好，我不去见他是为他好，你们永远都不知道。我永远都把脏的那一面放在我的身上，我不会就是害他，就是我永远都是我自己承担，知道吗？我不去见他，我知道很多粉丝会骂我，但是我觉得我不去见他是对阿伟好。知道吧，帅哥姐们，如果你们是阿伟的粉丝，你们把阿伟当成你们的儿子的话，你们不应该来黑我，你们应该感谢我，真的。二妹比我姐好看，没关系啊，这不挺那个啥的，对吧？我姐我们如果二妹比我好看的话，我更开心呀、啊。阿伟哥长大个比我更好的人了、啊，我更开心啊，我不会觉得我心里面愧疚啊，对不对？阿子不听黑粉的，永远爱你老板。好的好的，不听。对你是一往情深，咱不要提这些了，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。易老板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，家人们。易老板有女朋友，那老板优秀，那有女朋友，这不是很正常吗？对不对？优秀的男人那有女朋友是很正常的呀、嗯，我觉得很荣幸的事呀，对不对？优秀的男人有女朋友，这不是很好吗？那么优秀我也喜欢，对不对？那我喜欢，那人家女孩子也肯定喜欢的呀，对不对？除非那些不优秀的人没人要，优秀的人都有人要，那有人要有人喜欢，那很正常呀。接一个还一个，
不要，你就只知道见一个爱一个，哎呀。有老婆也好，有女朋友也好，都没事。对，优秀才有人爱，没事的，我就喜欢就是有人爱的人，我就喜欢有人喜欢的人。老板就是我优秀。你没有，谢谢点赞，谢谢谢谢。没有读过书又怎么样？没有读过书又怎么样？人家说普通话还是有一水的。你脸皮厚，我脸皮没事，脸皮因为在山上嘛，天天被那个太阳扇晒的有点厚。谢谢玛丽阿姨，谢谢。当小三的脸皮就是厚，你咋知道他当小三了啊？太过分了，有些人说话真的。不要贴黑粉，素素爱给姐妹，我们喜欢他们这样子说。开开心心的，对的，开开心心的。老板给你玩够了就不要你了，玩什么嘛？老板跟我玩什么嘛？我们又没有住在一起，我们又没有干嘛？对啊，没有做啥，对吧？玩什么嘛？难不成老板他拿他的这个名声来回？我们两个都是住在一起的。老板，我们两个虽然就是我答应做女朋友了，但是我们两个真正结婚了才在一起，知道吗？帅哥姐妹，你们要搞懂这一点。我不可能就是没有结婚就跟人家男孩子干嘛干嘛的，那样的话会就是我不知道。习俗也不一样，我们的话如果那样的话会，如果等以后我嫁人了，如果不是那个的话啊，会被老公给那个的，会嫌弃啊干嘛的，会这样子啪啪啪啪这样子对你的。我感觉我们就我们的这个习俗还有点像那种古代里面的。我跟你讲，他要是发现你乱搞了，就是你谈过恋爱怎么怎么样，你就是刚才你们说的那样子的话，他肯定会嫌弃你，然后对对对这样子，对对，所以呢我们不会没有结婚。他爸妈都不喜欢你这样子的话，老师什么都让你做，然后一喝八戒他就咚咚咚咚咚咚咚这样子直接干起来。所以呢我们就是结婚了才能真正的在一起。对，没文化土包子。对呀，我们是土包子，怎么了？你们吃饭了没有？没有，我们还没有吃饭呢。拿那个饭给吃吧。可以可以，那我跟你说一个人说了两天了。他说过他不结婚。真的还是假的呀？没有吧，怎么可能？不理黑粉，哎呀，不理不理。我们两个今天自己做饭吃哟。出来个姐吗？我们两个我去拿个碗吧。打饭吧。对，我去打饭。你 去吧，去我去吧。我的要打一点点就可以了。好。因为我驼背，所以我买了一个那个，就是收那个背的，就是我这个肩，就是驼背嘛，帅哥姐们。小疼，没事。我们两个炒了一个土豆丝。